更多含羞草。你知道是含羞草，很可爱。可是当你，这只哦，你摸它叶子会 Q 起来。你知道它这个超刺的吗？这个超刺的。嗯，超刺的。摸什么叶子？这个啊。会不会痛？会痛啊。哎 ，Q 起来。然后我那个卧室预备的时候，然后就大家在躺下去的时候就，哎，那里有含羞草，哎，赶快闪开。要不然你就是要直接躺在那上面，你会被刺伤。心疼你摸这个浅色的。哦，这个啊，这个它的种子吧。嗯，它很害羞，所以它都会关起来。这下面全部都是啊。为什么它会？就是为什么？它是一个防御机制吧。你们这生物课应该有学到哎。没有。我刚才听成排球场。含羞草。